中华人是好罗客的大本营，其中不心向有六乡都的行业的后台。日本好罗客也在签准团体合计的目的，不心向公所是替撇开盘行业硬实板，希望透过好行业本机到签准罗主公的建立相关的认同。好人田健先生一时一记头光卡，有时还要用唱歌加深印象。因为了解好人，开始是写诗卡太个老人家，为了提升好事效果，还要利用托起，也系搞游戏的方式，本好人唔爱迟到，太无聊。特课拢人数才坐到安尼，大家愈来愈有兴趣安尼。听有袂晓讲，啊学了真趣味。我已经74岁了，白天哎，搁咧做工课，嘿，所以加点学，就是增加自己的知识就好啦。福神啊，全部都是老人家哦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啊吼，安样哦，本去轻松开课讲课，譬如讲吼，有扑克牌啊，还有沙包啊，得沙包啊，有戏装啊，啊，使得就兴趣去学课。为了办好罗卡，请教人是去当教界客家母语，步行向公所，特别到王博公厅界南厂堂，办理客家研习班，本长辈利用安博士来学祖先的语言。南昌堂啊，这个老屋整修之后，他们觉得不仅要认同这个客家文化的硬体设备以外，祖先的语言也一定要学习，所以他们积极争取普兴公所协助他们要办理客语班。向公所表示，虽然长辈无听说外同客家学好，不过透过语言的学习，使得加强对客家的认同感，进一步深造。还有了解祖先的历史同客家的根，客家新闻李新龙，彰化报道。